我在逛动物园儿，逛什么园儿？请说出黑白相间的动物名儿。黑白动物的名，黑白动物的。来，预备，起。斑马、熊猫、企鹅，漂亮。海狸，什么？海狸，海狸。不是，它全黑的。什么？是什么吗？不行不行不行，继续继续来，来。熊猫。没有，看里面还有黄色的那种呢，乱七八糟的。先轮到这边了，预备，来来来，不能商量，预备，快快快快，不能想，不能想。哎哎，熊猫，斑马，斑点狗，企鹅，哦，马来貘，什么？什么？给大家普及一下吧，有一种像食蚁兽一样的动物，它有这么长，鼻子有这么长，叫什么？马来貘，马来貘是黑白相间的吗？对对对，因为我去之前录那个奇妙的朋友，然后里面就有一个这个动物，它从中间肚子这卡开的，叫马来貘，马来貘，对对对对对，马来貘，牛啊，哥。练练练练练练练！野兽王，野兽舞台。